到底。想办法来支援你们，师长同志，请你马上下命令吧。你们刚到，还是先休息一下。不，我们赶到这儿，就是为了马上接受战斗任务的。那好吧，李参谋长，天黑以前，你们一定要把坦克开到三五零高地。是，没问题。不，问题很多。张勇同志，敌人的炮火封锁了所有的交通线。尤其是黑风口，我保证在天黑以前一定把坦克开到三五零高地。马达隆隆响，炮口向前方，年轻英勇的坦克兵奔向战场。铁家伙，对，没见过吧？没见过。哎，听我们连长说，我们连过去有个尖刀排长，现在也干坦克兵呢。哦，他是个出名的古代英雄，淮海战役的时候，他带领着一个班摸进敌人的指挥所，一下子活捉了三十多个敌人，还捎带着一个军长呢。你们连长姓什么？姓王。叫王德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光顾说话了，过站了。哎，小心点。哎，小鬼，看见你们连长就说当坦克兵的那个排长，问他好啊。哎，就是他，张排长。
111，111，听到你的回答，我已经听到你的回答。参谋长同志，坦克运动很好，张排长请求把111号的炮长马上送到。就送到。各车注意，各车注意，现在就要进入45号地区，注意防空，注意防空。排长，这到底怎么办呢？什么事儿？炮长到现在还没上来。你急什么？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个炮长给病倒了。防空。干什么的？谁知道？别动，趴下。张排长，这是你们新来的炮长。炮长杨德浩将你报到。你来的正好，我们马上就要过黑风口了。排长，开车吧。好，这是驾驶员，这是新来的炮长。哦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我好像在哪看见过你。我是刚调来的。来了个糟老头子，真倒霉。柳平，通知各师车长到这儿来一下。是。哎，你们刚才胡说些什么？排长，我有意见。这是装填手。哎，王大刚，到。你好。马上进入黑风口。知道了，我马上报告指挥所。喂，我是46号，大声点儿，我听不见。师长同志，敌人的炮火一直在封锁大桥和南岸的公路。我明白了，排长，桥又炸断了，快抢修。是，等一等，你告诉一班长，指挥所命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坦克通过黑风口。是。
前面是重点封锁区，现在过不去，先把车子隐蔽一下吧。好吧，隐蔽。多危险！你们干嘛要拦我呢？阿玛尼，飞机炸，炸吧！他能把朝鲜人给炸绝了。阿玛尼，来，坐下，坐下。你们不知道，我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，我的小孙子被鬼子的坦克给碾成了肉酱，孩子，走，赶快去把桥修好，好让我们的坦克去打那小畜生。阿玛尼，去找工兵排长。喂，喂，知道了，等空袭一过，马上抢修。南岸的公路全被炸坏，坦克就是过了河也走不了了。喂，要指挥所。干什么？向指挥所报告，坦克不能前进。我从步兵到坦克兵，从来还没有这样向上级报告过。把路修好需要多长时间？得十来个小时。不行，太晚了，我们一定要在天黑以前到达前沿。那你们是从公路上来的吗？公路全给炸了，我们是从山上绕过来的。小心点。等一等，
是九连的张永良吗？张排长，阵地上怎么样？工事是全被炸塌了，敌人的坦克封锁了我们的出击道路，同志们都盼望着咱们的坦克赶快上去。他不能多说话，走。我们在这里多待一分钟都是罪过，我马上组织部队查休。同志们都盼望着咱们的坦克赶快上去。兄弟们，走！刚才过河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两辆美国坦克了吗？看见了。我想考考你这个全连最好的驾驶员。我懂了，走上山看看。这个办法倒挺好，这比直着往上爬的坡度小得多。不过这要有一个技术高明的驾驶员和一个精明强悍的指挥员才行。能出这样主意的人一定是个精明强悍的人。喂，张勇吗？我们考虑了你的意见，办法很好，可就是有危险呐。师长，你当年长征羌都大渡河的时候不是也很危险吗？哼，说的有道理。好吧，批准你们了。是。哎，胜利彪，发动车辆。是。快点，驾驶员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胜利彪，前进。
再来一次。坦克上不来了，先把车开上去再说。马上就会爆炸，快拿镐子来。你们躲开，我给他搬搬家。给，不，排长，你要指挥全排完成战斗任务，你们赶快把排长拉走。排长，参谋长命令咱们单车前进，后面的车辆由他直接指挥。好吧，走，上车。来。好。哎。哎呀。是时候，就像咱们淮海战役打碾庄那天晚上，正需要野炮呢，野炮就上来了。哎，咱们连同志都好吧？好，可你都不认识了，能干的全走了，就留下了我。一辆，一辆，
别开玩笑。真的，路都给炸坏了，后面的坦克要等路修好了才能过来。你知道我们的炮在反击之前是不能暴露火力位置的。走，我带你看个敌人。敌人怕我们夜间抢修工事，才拼命的打炮。我马上请示指挥所。怎么？单车出击？我不同意。哎，这样正好，趁敌人还没防备，给他来个突然袭击。咱们坦克是第一次作战，万一……嗨，我说你呀，能眼看着敌人把我们的阵地全炸烂吗？不，我宁愿挨坦克炮，也不同意你单车出击。哎，没时间了，好，就这样吧。老张，这家伙，同志们，指挥所批准我们单车出击。好啊，我们的任务是消灭敌人阵地上的坦克，打乱他封锁我们三五零高地的计划。哎，对，也让美国鬼尝尝咱们坦克炮的滋味。哎，老杨同志，嗯，夜间瞄准比较困难，射击动作一定要迅速准确。这个还真倒霉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。同志们，全阵地的人都在看着我们，这可是我们的第一炮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出发。哎，怎么了？胜利标怎么了？胜利标，胜利标啊，血。你负了伤，为什么不报告？没什么，排长，擦破了点皮。等等，我来驾驶。不，排长，我是驾驶员。什么都看不清楚了，连天也给咱们捣蛋。我们不能停下来，再往前开。是。胜利标，注意那棵杜里小树。是。太大了，
人公路。沈立彪，追上去，咬住他。三甲弹，短停放。三甲弹好，短停，停止射击。后面发现敌坦克，动手吧。不行，现在开炮对我们不利。沈立彪，开前灯。排长，打开车前灯。是。打开车前灯。排长，有辆摩托车朝我们开来了。消灭敌人指挥车。打听。没中。传简单。传简单好。消灭第二辆坦克。团结弹好，往回撤。是，往回撤。车打坏了，刘平，向指挥所报告。是。糟了，嚷上了。排长，电台坏了，排除故障。是。再发动一次。你们快下车，我来掩护你们。排长，我和炮长留下来掩护你们。排长，快下车吧。有了，发动。
同志们，抢修车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立刻出发，坦克修理工也要马上赶到，一定要找到他们。是三连的，来了，后面坦克都上来了吗？已经通过黑风口了，准备参加明天的反击。嗯，明天反击？对，敌人打的，我看看去。明天反击，排长，明天要反击？嗯，那咱们还撤退吗？你问这干嘛？哦，我是这样想，咱们这个位置是最好，能让咱们留下来，在这个地方打敌人的坦克。我管保他一辆也跑不了。对，打他个附近。这儿咱们步兵同志要少流多少血？嗯。你准备一下，马上送你走。可能把坦克丢下不管吗？可是你的腿伤成什么样了，你不管我们能不管吗？伤这算了什么吗？你看，47年在天津当小工，美国水兵让我给他拉东西，这些畜生不但不给钱，还在我腿上扎了一刀。当时怕饿死一家大小，我每天带着伤出去拉车，难道抗美援朝负了点伤就不能坚持了吗？反正我没权利批准您留下，我找你们排长说去。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把坦克隐蔽得好好的，就是敌人走到跟前也看不出来。这是一辆坦克，又不是一人，离敌人只有1000公尺，我想指挥所也不会同意的。老王，你要是我，你也会这么干？算了，没有得到新的命令之前，我是不同意。排长，电台修好了。伙计，等着瞧吧。这家伙，一号，我明白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排长批准了。同志们，我可是向上级打了保票了，下一步就看咱们的了。好啊。把炮塔那儿的防护挖几个洞。是。
本事，就留下别走啊。林倩同志，连长说叫你给留下点救急水。哎，我这就去。前面没咱们人了，注意点。请报告指挥所，我们一定坚持到胜利。好。你这算是干什么？他们一定在到处找你，简直是无组织无纪。排长，你处分我吧，只要别叫我下车，怎么的都行。你，哎，算了。排长，我听说你有一次服了五六处伤，还一直坚持不下火线呢。是谁告诉你的？把灯关了。天亮了。左边又发现了个地堡群，看见了。喂，出击了！出击了！出击了！敌人出击了！出击了！啊！出击了！敌人出击了！哈准备战斗。
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开枪。真让咱们的步兵给吓跑了。刚才多危险，那辆坦克可能是敌人出来寻找坦克出击道路的，看样子敌人进攻的规模一定不小啊。这么说敌人有大批坦克从那里经过。是啊，这样张勇他们的处境更困难了，要随时跟他们保持联系。是。岁数，干嘛还来参加抗美援朝呢？哦，我当过游击队，打过日本，解放战争打老蒋，这回赶上抗美援朝打老美，我能不来啊？刘平，帝国主义不消灭，你就别想过和平日子。是啊，你可算是个老革命了。我是一个老兵新战士。我要是跟你们比起来，真是差得太远了。哎，看他，我要能够锻炼他，像他那样，就哎，柳平，柳平，快拿水来！柳平怎么了？没水了。柳平，救济水。柳平，排长，我出去想办法弄点水去。不行，万一暴露了车辆，咱们整个的伏击计划就完蛋了。他妈的，敌人还不出击。同志们，我决定开电扇，每人到电扇下面来吹一分钟。不，我不需要，现在电比金子还宝贵。要不把我的给柳平吹吹。柳平，不，排长，我已经好了。
王大刚，你来。排长，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？好吧，同志们，敌人什么时候出击，我们不清楚。可是我们埋伏在这儿，绝不会落空。现在最主要是保持我们车的战斗力。后面是要比这儿好一些，有水喝，不热。可那是别人的阵地，我们的阵地就在这儿。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对，咱们是冷水沏茶，跟敌人泡了。哎，咱们是有言在先啊，谁要是输了就刮谁的三下鼻子。对，啊，刮鼻子。哎，你要是输了我可不刮你鼻子。嗯，干什么？我薅你胡子。哈哈，看起来你是对我的胡子很有意见。哈哈，那好，等抗美援朝一胜利，我第一件事情刮胡子。抗美援朝一胜利，我换上新军装，站在咱们坦克上照个相，寄给我妈妈。给我呀，我要把坦克擦得干干净净，开到天安门前，让毛主席来检阅咱们的111号。我呀，什么也不干，先足足的会上一顿餐，睡他三天三夜再说。抽牌。王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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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算，不算。别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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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算。小点声啊！来来来，放屁。好，挂了。炮！敌人发现我们了，说不定是刚才敌人的坦克。不像是发现目标，是敌人乱打炮。坏了，绳子给打断了一股。排长，绳子一断，整个伪装网就会塌下来啊，那咱们的车子就会暴露了。李兵，快把安全门打开。是。盛李兵，把绳子给我。是。排长，我去。不，你是炮长，车上需要你，我去。排长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救车要紧。好吧，一定要特别小心，不能暴露车辆。嗯。给。Thank you.
爬回来了，快到安全门接一下。是。糟了，敌人发现他了。王大哥，快迎敌，我想办法掩护你。不能往回爬，这样会暴露坦克，怎么办呢？对，把敌人的火力引开。王大刚，哭什么？好好一个同志，就这么牺牲了。牺牲，也像你一样哭鼻子。他是一位朝鲜战友，有一次他为了掩护我和几个同志，他负了重伤，他
在临牺牲的时候对我说，哎，快把眼泪擦了嘛，我能为中国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感到光荣。可惜的是，我不能够亲眼看到你们解放，看到我的祖国解放。他说到这里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闭上了眼睛。这个时候，我这心里头就像火烧一样。我向他发誓说：“老金，你放心，只要是朝鲜人民需要我流血牺牲的话，我是绝不含糊。如果我要是年纪大了，有我的儿子、孙子。”柳平，你把那份报纸给我，干什么？你快给我吧。哦，我说在哪儿见过？同志们，你们看吧，著名射击英雄、模范复员军人杨德厚，听到他儿子在朝鲜牺牲，连续三次向县长请求。哎，念这个干什么？老杨同志，我要为你的儿子，为你那位朝鲜战友报仇，为王大刚报仇。马上进入阵地，敌人的坦克出动了，靠近点，听我的口令。赶快到外边救火。是。排长，排长，排长，快！刘平，你快救火，把手榴弹给我。不，排长。你已经负伤了，我收拾他。刘平，排长，听，